好，我们江董事长啊，还有李小姐，还有各位产业界的这个成员啊，那么很高兴，我们都来受李小姐的邀请，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个张芝的这个成立，因为这个所谓的管理规则呢，一定跟成本有关系，跟功能有关系，所以我也不能不来啊。你就看这个问题是这样子，问题是哈、啊，那个。我的内容比较多啊，因为我把整个受一个这个刘章芝的这个履历都讲出来，还有我们自己的结果。那你最后一张嘛，可能你也看到，我们刘章芝被称为这个森林的蓝宝石、红宝石啊，这是有道理的啊，是有道理。然后至于以前那个刘章芝风波产生以后，你看康局长不能叫出来讲，可是后来看过了两天呢，康局长他被。这个毒蛋白啊，毒淀粉搞得乱七八糟，他没有时间啊。我这个是很重要。我们的结果是一个互胜，不是伤胜。那伤胜是一些名嘴，他没有资料，但是张芝护肝大家都知道。那我们这个人体呢，护这个解毒呢是肝跟肾啊。那既然很多报告都叫护肝。那护肾没有人报告，所以说他就对肾，因为他是肾上腺，跟肾没有关系，所以这一点呢，可能请大家呢可以安心的服用。那因为我做的都是 pure compound 纯化学，用动物实验都会成功的、啊、那么这些名字他们没有什么根据、啊、就随便讲一讲啊，就随便讲一讲。那本来是肾上腺，肾上腺跟肾是一线之隔啊。那完全没有关系，肾上腺负责荷尔蒙的调节，那肾才是一个排毒的功能啊，对不对？器官啊，好，那么可能我这个讲的会很多啊，大概你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啊，我也很快啊，啊，这个就不要讲了。这个张芝呢，它有三个啊，这个三个成分的名字哈、啊，接下去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栽培方法呢，有液态栽培，它都两个礼拜到10天。那固态栽培有好几种哈，那固态栽培刚刚讲过，把这个固态栽培会发固啊，这一点当然我不能够完全同意。固态栽培啊，它大概是6个月以上它就发固，所以大家都以为这个野生樟树的这个樟树酸啊是最有用的，所以野生樟树是最贵的。那动物栽培的话呢，樟树酸呢也算不少。那动物是属于这个接近于野生的关系，但是固态栽培是不是能出菇要看时间啊。我想这里那个放射的专家有没有来，曾老师有没有来哈、啊？大概我们听到的这个一般来讲的话，大概6个月以后就啊，所以说张东柱的那个Petrovici 的培养啊 ，Petrovici 跟 Flask 有什么差别？差别只是在命运，命运改变。然后他也没有真正做这个成分分析，他只不过是看到有发菇，然后就拿几个这个固态这个动物的那个C31啊，跟这个C29来确认啊，真正他产那个百分率有多少不太清楚。好，那么我们先讲野生樟芝的这个化学啊，我们讲三贴呢是有碳29、碳30、碳31，那31呢？这个东西呢，不管你是液态栽培、固态栽培、动物栽培、野生樟芝，通通有啊。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判断。啊，再来呢是 C30，我们不要讲啊。那像这个compound disc的话呢，那是木头，因为有时候木头栽培是可以从这个木头里面吸出来的它的成分啊。那另外 C29 就是所谓的这个啊，所谓的樟芝酸啊，也就是说含锌，以前用的。蓝 K 跟阿斯，啊，蓝 K 阿斯当时是比较晚发表，蓝线是比较早发表，啊，蓝 K 阿斯呢丑陋很多，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所谓樟芝酸呢用蓝线 A B C D 来做这个命名的方式啊。那么它是一个carbon 29的，这比较特殊的，当时江宏哲教授第一个做啊，他在1995年第一次发表啊，那这是一个新物件。那么它的差异哈、啊，就在 A 环下面、啊、一个 R2 那个
那个他本来下面有两个甲基，结果掉掉一个甲基，这个没有关系。好，那么这个是，只有 Ranky Gas 的跟韩信最大的不同，只有一个 Ranky Gas 的 B 哈，好了，知道了。好，那么后来，吴先生教授他们就把他的名字又改了，他又新做的，从那个野生长子，他叫做 Anthropocampatin 啊，就 Camphoratin A B C D 啊。好，那么前面的是这个三阶结构，现在他是有，这些都是野生长子。那 Anomatic 的 C 六 C 一啊，这个是很普遍的，这个大家都有。还有野生长子，也就是说子实体跟菌实体，刚才讲过，唯一的不同是 C 二十九。子实体才有，菌实体没有。但是呢 ，isoplanetolin 就是47、48这两个东西哈，这是有那个三线的哈，或者是49、50，这个只有这个子实体有，菌实体是看不到的。好，那么54这个是从木头采出来的啊，然后这个呢，朝阳那个大学。跟北京大学合作，他是做 anti-cancer 还做得不错。啊，至于这个 lignin 呢，这个是沙宾啊，这个应该是、那个从木头里抽出来的。那第二的话我就不晓得，就是说57、58这个号是我很早从那个榕树的细根拿出来。那这个是动物里面，它应该不是属于那个牛樟子本来会发酵的东西啊，那应该是从动物里面抽出来的。好，那么其他的，现在这里讲是液态，就有人发表过的液态的这个栽培拿的东西哈。那这边，这个固态栽培，这个是龙善生他们所做的，跟那个日本人合作的。那 后来有人合成叫做安卓链，那善生叫做黑巴链所以这个名词呢有一些重复哈。好，就这些啊，这个是这个后来那个。石工所那个吴教授，他也拿了这些东西啊，他没拿去，因为在国内哈、这个做药理实验呢，最普遍的就是做抗化炎啊，还有抗癌，啊，所以说这个 nitrate 啊，它是用，它的抑制 nitrate 产生哈，啊，就是抗化炎的工作。好，那么再过来呢，上面这两个东西应该都是属于国鼎拿到的啊，可是国鼎他花了73啊去做抗癌。那做得相当不错，可是最近有一点停顿啊。然后74呢，也国鼎有了，当时国鼎把抗癌哈、漏掉了，啊、所以发现了很关系。可是这个73这个结构呢，就是说阿西就是阿小昆那种 B 呢，它是另外啊，不，这个 B 哈、是另外一个厂商呢，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抗癌工作哈。好，那这个核酸我们讲了。好，再过来就是这个之前大家做的这个活性，那野生长子的这些活性这些东西，然后主要的呢就是看做，因为我讲很快，不要详细解释，也没有时间哈。好，那这个主要是做抗化炎啊，那这边有抗化炎的啊，那下面这个是 anti-leukemia 就血癌的哈，那血癌有人做哈，就 P388，那另外呢。就是说，我们用两个 PMA 跟 FMLP induce 啊，活性氧来见识抗化炎啊。那么这些东西呢，尤其是 C31 哈 ，C31 几个比较有含量的，就是说 ，epicloric acid 跟 dihydroepicloric acid 啊，跟 sulfuric acid 跟 dihydroxyacid， 这个东西呢也相当的好。那安信，他们是做抗化炎的啊，这个左边呢，这个写英鹏一号啊，这个英鹏一号呢，就是dihydroepicloric acid。那右边呢，这个是属于马杰一号啊，这个马杰一号。那么他们都是做抗癌的。好，那下面是有人对乙型肝炎去做，但是其实对乙型肝炎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。那这个 table 呢，他用 interferon alpha-2a 去做比较，那还是比较差一点。好，那日本人开始呢，他就是跟那个圣生合作的，他们是做 LLC 哈 ，Risk Run Cancer 的一个抑制作用哈。那这边那个沈雅静他们做了66，是做那个 B 型肝炎啊，这个
surface 安置线跟 embedded 安置线有一些功能，但是不是很强。我是用 Michael Gram 那只能意识算是怎样。那后来呢，这个 Hattori 教授，就是日本 Hattori 他自己再去做，人家做微型概念，我做细型概念，那么这些细型概念，有些是化学过来的，有些是在用这个化学的啊。那像下面的68、67这个用化学的啊。好，那按照 Kronlund 呢，这个抗癌呢就是在高点化学，因为一个抗癌药物啊，不能只对一两种有效，对其他没有效，那这等于是没有什么用啊。所以他这个人做了6种啊，那前面2种是这个乳癌哈，中间2种是这个肝癌，那后面2种是食物性癌，都是相当好的一个成果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最近某一个厂商呢，他也在发展这个东西。那么他最后呢，就一个 SI80 就是 Therapeutic Index， 就说这个值越高的话，表示安全性越大。下面这个东西，这个比较小啊，这个是3种载体通通会有，那这种抗癌实验其实不是很高明啊。另外呢，也有人呢用来做这个 HP 啊，就是幽门杆菌哈，但是有没有人做？那事实上很多都是用细胞，都没有人做动物实验啊。好，那个就是麻醉一号，很有名的麻醉一号，他也是做这个细胞而已。这个是麻醉二号，他也是做细胞啊。他从来没有做动物，那幽门一号也有人一样的做那个抗癌实验，这个免疫力，安心的一号，他这个下面也是做这个抗癌的哈。好，再过来呢，这个朝阳的郑耀明教授呢，他用自己栽培的这个动物栽培分出了这个差不多10种化合物。然后它这10种化合物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这2号银苯一号，6号是麻醉一号，然后它用它自己10种 cell line， 那你看2号、6号，它的10种 cell line 跟它用这个动物栽培的出来的嘛，没有用。你看那个表，这是我从那个 paper 里面直接 copy 出来的，不是我要写的，所以，因为我在这里就是告诉一些人，就是说，因为保健食品呢，应该用保健食品来做。当然，你要做这个 pure compound 做某种功能的话，那非常辛苦，要透过 FDA。那美国 FDA 是很厉害的。你如果不在这个美国国家做一个临床实验呢，在美国是不会给你使用的。所以现在日本已经习惯了，日本自己那个医院做临床，他一部分送到美国，这样到美国呢才会使用啊。不过就是说，这个不管是银苯一号或者是麻醉一号，那在这个郑教授的10个 cell line 完全没有什么用啊。很抱歉，我是按照学者的概念啊，这个跟厂商没有关系哈。你们不要怪我，我是按照 paper 哈 ，paper 怎么出我怎么讲，就是凭着学术良心在做事情啊。好，再来就是抗癌啊，这个是中心的政治症啊，他认为这23呢是属于这个动物性的这个，在目前临床在用，尤其3呢，那个3首先呢，这个3这个是活性最高。那他的理论呢，就是说当第七位置啊，就是说像第一的写一个 R 的，那是第七位置，如果是 CH2 的话呢，跟他一样，他会跟 glucocorticoid receptor。那接前开始跑到这个 nucleus 核，然后进行这个抑制抗发炎。那其他呢？他把这个樟质酸啊，像 A、B、C、R、H， 他认为只有 A 啊，因为 A 这个是 R 等于 H， 那跟他 compound 2就化合物二、化合物三一样，因为这个是一个脂溶性的，它可以跑进去这个 glucocorticoid arsenic receptor 进去，然后才进行抗发炎。这个是它的比例哈，这个比例是这样，如果是3:100的话，2:10，那么安全 A 呢，它只有1哈，就是说1:10，那其他的，在它的它做过实验呢是没什么用，但是很多人做了哈，后来他们这个我们那个吴天良教授他们就从那个野生装置再去做啊，他做了这些是 C29 哈，他们是做细胞实验啊，用 KD cell。
那么这个活性高的很，像第二呢有到 1.8 的 micromol， 那第三呢有高到 0.3。那我们现在目前在临床实验呢，有一个叫 etoposide 啊，在临床的药。那根据我们用 KBCL 去做的话，它只有两个 micromol。那等于是说 ，compound 三呢是临床药用物的这个将近十倍的啊。那下面这个是对这个常胜藤的一个，这个呢是说对常胜藤的这个抗药性啊，新药出来的话，大概这个抗药都没有问题，都足够啊。好，那这个是他的，那我们这个 SL 的，因为我们不是搞学术的，就不要紧了。那这个抗化炎呢？好，那么这个化合物他做的抗化，那刚刚讲过的这个地方如果是 CST 就不用啊，波点这个 CST 的话呢，那就活性高，但是你要看这些呢，在七或者这个 O 几七或者七的七活性都很高，所以这个理论呢，是不是行得通也不见得行得通啊。好，那么他要做另外一些化合物啊，就是比较小分子的化合物，那也是做那个细胞毒啊。好，这边呢是做抗化炎，因为抗化炎，因为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做研究的，做抗化炎，做细胞，做细胞毒是非常多的人，所以每个人都是做这个。那么在全世界上，真正有做动物实验的几乎没有啊，只有那个麻醉医药。它是做 HeLa cell， 然后 HL6 嘛哈，然后对，就是血癌。那血癌其实非常敏感，它要做一点动物实验，然后其他大概都没有。啊，这些都是就是合成的方法，都是啊，这个是啊什么抗癌的啊，这个还有这个是那个中央研究院陈水林教授，他拿了这个抗方，他可以提升 natural HeLa cell， 啊，这是液态化小。好，那么提升这个免疫系统的，那我们从一个公司哈，也是做液态化纤维，那它这个，那这一跟二哈，跟前面那个是很像，只是我们在那个有写 R 跟 S 的话，多了一个 O， 那么我们后来还想去抓。啊，它是不是对 NK cell 呢？这个自然杀手的免疫系统有没有提升啊？这样还没有找到啊，这个我们有发表啊。好，那么液态栽培，很多人说液态栽培没有神贴，但是呢，我们做这家的这个 compound 呢，它是液态栽培，没错，我们拿了16个神贴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这个话。啊，我们做了四五次这个化合物，后来这家公司呢，他把 menu 改变，所以固态栽培啊，不管是 flask 或者是这个太空包，或者是这个液态栽培的话，那么你只要把这个 menu 一改变，那么它成分会变，那么它改变了成分呢，它为了要给这家厂商呢去做这个抗化炎，做个抗癌的研究呢，它把这个提高。啊，大致上大概提高到 0.3 0.4 的，没有到 0.7 的啊。我做的结果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拿去发展去做那个抗癌抗化炎。那另外呢还有跟这个天水有关系的，就不讲了。所以这个是以后才发现的啊。好，那么你看这个液态化效的三贴啊，这个是 C30 的三贴。这是 C31 的三贴，那总共有16种，所以你说液态化效有没有三贴？有，只是说这个全世界上哈，野生僵尸只有台湾人做过，但是其他的啊，我刚才讲过，这个液态栽培的只有我在做。其实我做了三种，我太空包做了两次，做了三次啊，一家公司有两次啊，一家公司有一次啊，所以。在整个化学来讲的话，我应该是全世界上做化学做的最多的。他们都是用这个 cross reaction 去做这个细胞问题，但是呢，我们把东西提出来，
所以今天各位业者来这里呢，我会提供你一个明灯，你要做什么东西，它真的非常有用，这个动物实验完全成功。好，那、啊、这个是，哎、动物在这里，那这个拿了60几个花，啊，那是阿拉玛的看法，所以这个菩萨啊，这个还是做做看法。啊，这个没什么，这个没什么啊。那、啊、这个是那个裂，这个植物库存裂啊。啊，这个呢，啊，动物在里当然是跟野生植物体一样，它是植物体，所以它有这个 C29的这个氨基。好、啊，那么这些氨基呢，我们大概去做真正的去做的动物实验啊，做抗化的。那、我查到文献，查到去年2013年。都没有人在做，啊，只有去年年底啊，我跟我那个学生呢，发表了安心性覆盖啊，那其他这个知识体啊，那、这个很抱歉，我不敢说它没有其他用途，只是说目前我找到资料啊，还有我们做的结果是这个样子啊，所以我并没有替哪一家公司宣传，也没有替哪一家公司说相啊，只是说我们按照实际上的这个啊结果来不跟。好，这个是好。那么我们从那个那家动物的公司做出来的，虽然这个吴教授他们这个我们也没到这个事，拿到安心性坎普拉丁基啊，他说这 keep 线就是他这一个没有毛掉是很厉害的，可是我们用别的 cell line 来做。是没有用。那一个真正有用的呢，把十几种，你把它说，把所有的 cell line 去做，全部有用啊。但是如果做一两种有用，那个东西事实上也不能用。那么如果像野生战士，那我们吴天长教授分了那么多活性到了0.3个 micromol 我查看实例，一个健康食品可以不可以长期吃这种有毒的东西？既然是细胞毒，它当然有毒。啊，可以不可以？啊，我相信大概这个 C29里面的人，他并不是真的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有人在做这个抗癌，真正做到 Phase 1要进 Phase 2，大概只有这 Anthraquinone 这个东西啊，并不是 C29。所以你吃这个固体在别，那固体在别和产生了牛樟芝的烘托呢，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可能是，我们液态在别、固体在别大概都是杀菌完全。那么动物在培，因为当时那个这个昌生做的实验室，他是买这个动物在培。那动物在培呢，有两种可能会污染。第一个就是木头本身它是一个可能有毒的东西。第二个它可能是来自于污染啊。其实 2g/kg 老鼠没有死半只，这个算不算毒啊？那么我们知道盐巴，我讲个例子，盐巴。盐巴的 LD50 就吃3.75克，死掉一半。那这个吃2克还没有死掉半只啊。那么它的毒性跟盐巴来比的话呢，我看是盐巴叫做没毒的话，那这样的话理论上应该算是没什么毒了哈、啊。如果你把它这个剂量提高的话，到3点多它死一半了，跟盐巴一样毒性啊。所以我不晓得。因为每次台湾发生的这个死案的问题啊，总是我们的有关单位呢都惊慌失措啊。啊，事实上那个毒电把那个把这抗体染搞下来，不过抗体染是戒掉了，所以他那我在毒电人的看法，当你这个毒电人呢，他为什么会 kill 他？就是因为你用4丁酸2烯，他会把这个 starch 电阻接起来。可是，一接起来以后，我们用的是100度，那它可能转到烷释，烷释是没有毒的，所以你一加热，它被没毒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应该从那边去看，加了热以后就没毒，不加热有毒。当然，不然是掺进去，它根本不会反应，啊，不会跟电流反应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可以靠到，因为我是用这个化学概念去想它，因为顺势接2个电流那么大。那我们要做的是100度啊，是100度，那它会从4烯改成烷释，所以我们有关机构呢，应该是对这一点啊，
啊，当时呢，牛樟芝风波，你说两克还没有死，半只老鼠，那这个毒性算不算毒？在我的看来，它不算毒。盐巴 LE50 是 3.75 啊，那你只要把盐巴拿出来比较就好了，啊，是应该哈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另外那些名嘴，他说是哎，他实际上是对肾上腺，而不是对肾，那讲的伤肾。等一下你要看到我们的结果是一个负肾，啊，当时康熙总叫我出来讲，可是他后来两天已经被这个毒蛋搞了半天了，所以我就算了，我这么讲。这个是采收时期啊，那个我们的学生呢，他是做了这个采收时期啊，他自己用那个动物栽培的这些东西啊，采收时期呢有三月啊、六月、九月、十二月啊，通了一年，大概动物大概都一年。可是这个报告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九月并没有比十二月来的差，不过经济考量，那个十二月是涨得比较大，但是内涵。那根据他跟我说，这三个动物做的话，两年后完全一样，还没有发表啊，还没有发表。所以说，我们不一定要用牛樟去做，牛樟那么贵，成本那么高啊，但是安全性呢，我不晓得。他这边还做了生种，用香樟、狼大山还有牛樟，那你可以发现呢，香樟做出来的成分呢，哎。事实上比牛樟成本来得高，你所要的东西，所以说将来可能改良香樟比牛樟还好。啊、他告诉我，这三种木头、啊、栽培了两年以后，成分都差不多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做固态就太空包的。好，那这些东西、啊、你看看，啊，太空包的话。我们绝对看不到 C29 的 C29， 除非因为太空包顶多做10个月，到6个月以上它会出，但是6个月以上的成本太高了，它不做，而且它发酵都是在20度以下，那6个月、8个月以后，这个杂菌可能会长出来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啊，所以他们也需要。好，这是 C30 的啊 ，C30 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总共呢拿了44个啊。啊，这个很有趣的，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？穿心灵树的东西啊，因为他把穿心灵的那个木屑放下吃了啊，结果呢有3个新的化合物发现啊，然后我们把它构造决定去做这个阿兹海默病的 A 类和伤害，哎，有保护啊，所以穿心灵树经过了这个、牛樟的改变，又跑出3个新的化合物啊，所以这个。那个太空豹的栽培呢，有很多变数。当你我们知道放个是很有趣的，你给它用什么东西给它吃，它就产生什么东西，就是不一样的。像刚才讲过的 ，for 阿西说在昆仑，我们一家工厂，他去做，他改变了命运。我以前做他做了六次实验，从来没有拿到 for 阿西去按照昆仑 B， 可是他改变了以后，哎，变成 major production， 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。但是我写蔬菜结构、啊、大概就是说我今天秀出结构以后你的栽培大概不会超出了、啊、我有自信你不会超出这些结构，只是说当你条件改变的话一个大小啊，一个大小啊，后来他们也去做叫把 Brick Hustle 加进去，那有没有比较好，好像没有比较好，所以他们还是用了液态化酵啊去问。好，那这个是同一家公司啊，因为我在助理时候找到这里了，对，就不见了。好，这个是、它的成分，我们都一讲了。好，那这家呢？这家公司呢，也是一个太空包。那我们做的最多哈，我们未来要忙得多一点，我们把它分成中性跟酸性成分。好，那么中性的部分呢，拿了74。那酸性的部分。酸性的部分呢，我们拿了110个，那当然有些宠物，那所以呢，
所以呢，我们把它合起来，合起来总共呢分了160克。那你说你的脏汁，真正脏汁代谢物会超过这些东西吗？不可能，只是说你的内分改变可以促成它，哪一个会高，哪一个会低。啊，那么这个是 C31 的，我们讲过 C31 的这个东西，不管你是动物栽培、固态栽培、太空包、液态栽培都有。好，那么这家公司它有出估，出一点点，我唯一拿到的 C29 的，就是说，这个跟安静有关系的，这样拿，啊，160几个拿了一个，表示说时间长一点它会有出估啊。那如果它拉长的时间一定会出估，所以敏培式会出估，我们不知道它栽培多久，啊，那敏培式跟 Flask 有什么差别？器材一样，最多是Minimum 改变，Minimum 改变或许它出估的时间会提早，但是敏培式并没有做化学分析，它只是把它萃取以后用那个氨气跟 C31 来 HPLC 打，那真正的化学分析没有做啊。这个是，你真的要上市呢，应该要换委托别人或委托我把它全部分析，那功能呢把它弄出来啊。好，那这些现在就不讲了。好，这个总共呢有160几个。好，那么这个股价哈，就是有这些股价的，这个我想大家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，因为你不是搞化学的啊。这个是生合成，啊，生合成的三天呢是从这个出发点出来的嘛。啊，跑到这里的时候，跑到这个包啊，啊，然后呢这里有个甲基，这里有个甲基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就说我们讲的 steroid 呢，我们用 SMA 呢，就是做一个甲基，再做一个这个像 beta 系的时候是两个甲基啊。那么最后呢，这里看啊，这个是 C31 的，那要变成这个 C29 就是脏汁酸基呢，它断掉，这是甲基分断掉。那这个很有趣，就是说子实体缺少一个酵素把第三个砍掉，如果第三个甲基砍掉呢，它就变成 C28 的这个植物固醇类啊。那么啊，它就是很有趣，就是它缺少了一个，它可以把这个甲基干掉，把这个甲基干掉，它留下这个，啊，这个是，一个新的成分啊。这个就比较就生合成的故事啊。好，那么我就分析一下不同栽培的哈。那么这个现在说上面我们就做这个啊，化学的这个能力。那么这个是这个啊，平科大的赖黄亮，这个是主成分。好，那中农也用这个组成分啊。好，那么上次跟那个海多里做的也是，这个是组成分。那这个是陈水林教授，这个是组成分。好，那葡萄王呢是以这个东西，这个叫欧洲成套的 EK100 啊，啊，这个功能非常的多，等一下就看得到它有那么大的功能。好，那这个是国鼎的用那个 Flask 做出来的，其实它那个化学来讲很有冷门，那科隆诺比呢它会有。啊，这是张东进的 petrolysis， 他只有写啊，因为他只有写氨基酸啊，这个是我不太清楚，我认为他应该都有嘛，只是说他为了明显说哦，我这个是用 petrolysis 去做的，跟人家不一样，其实呢大家都差不多了，只是说他有出估，他出估的时间什么时候？我一般来讲的话，每年改一下可能会提早出估，那一般大概是6个月以上都会出估。那出估的话，用 HPLC 就把氨气跟 C30 来比一比就有。那其他它真正的化学成分没有做啊，因为台湾省做化学成分只有一个王立文做的最多啊，他不会做，因为这个要花钱的啊。好啊，这个太空包也有拿到这些东西啊。木头栽培除了氨气、Confratin 还加上一个。三个出包满的这个东西呢比较有趣啊。那这种动物呢是拿到这些东西。好，那
孙和成啊，孙和成我想就没讲，刚才就讲了。有那么善的，这个有箭头，就是说它的氧化的部分，这个我们讲点过去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在讲这 EK 板 ，EK 板的这个细胞实验啊，它对于呢易安生的，我们本来拿它当做一个那个女性荷尔蒙的这个，因为女性荷尔蒙呢。就是说 ，phytoestrogen 它跟 E-receptor alpha beta， 那我们一般的那个荷尔蒙呢，就是它会跟 alpha beta 的来临一样的程度，那一样程度会发现呢，造成这个它的细胞增生，所以用女性荷尔蒙就是有这个高危险会产生这个癌症。那如果你只有对 E-r beta 有来临的话，就不会增生，就不会造成这个 cancer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张传雄教授啊，他在 Rogers， 他认为呢，跟 ER receptor 接触的话呢，它是一个可以 preventing 这个中风的，就是说堵塞性的中风可以预防，所以 EK 一百的功能。那 EK 一百其实呢，它是应该还有那个 AMPK 的活性，但是我们做过 alpha glucosylase 的 ，alpha glucosylase 呢，就是说那淀粉不水解，让它过去。啊，这个时候你吃了淀粉不吸收，啊，这个也是可以当做这个糖尿病跟这个减肥的这个功能啊。啊，再来这些就是我们做的嘛，就是抗发炎，啊，这个都是细胞。那我们要讲的是，啊，这个是我们做出来的，啊，跟那个上身的东西都很像，但是我们有总共拿八个是九个，啊，这个 SIY 呢，它是一个 immune 的调节，啊，它可以让LPS 有 IL-6 下降，可以让那个 TNF alpha 它分泌增加，所以它是一个双向性调节免疫系统的。好 ，AMPK 呢，只要是在筛选这个糖尿病，那这个非常好，它可以减肥啊。好，那这些我们不要讲很多啊。最后，就是这个版本呢，都 AMPK。MPK 这个 phosphorylation 如果传到 ACC 呢 ，ACC 是说脂肪的这个合成，那如果它把它这个脂肪的合成这个部分断掉，啊，所以这个 AMPK 的 promotion 的话，啊，一定是会减少这个脂肪的产生，啊，这个话 EK 一般人是非常有用的。好，那么你当你脂肪被切掉，是用 beta oxidation。啊，所以我们用细胞去做啊，贝塔系列，这个浓度越高，它比possible control icon 都还厉害。那么产生的这个能量呢，做 ATP 的这个合成，这个是好，这个是前面好几个的结论。那 EK 一百零五就这种功能，那下面这些呢，就是做抗癌的啊，抗癌的。好，那我们还做这个column cell 啊，这个是。只是一个细胞的实验啊，K562 是 leukemia 啊，然后这些呢，对于这个 column 叫做肠癌的这个活性啊，这些活性其实我都不相信。好，那么这个比较有趣啊，对于这个血癌细胞的话，因为血癌是一个未成熟的细胞，但是它一旦成熟以后，它就不会乱打，啊，它会认识是外来的或者是病毒。好，那么这个就要靠它的能力，要分化能力。也就是说，当两军开战，我打的是你，我派一个大使来，我们变成好朋友。好，那这个血癌的细胞呢，我们给它做分化。好，这里EK109的话，它变成 monocyte 跟 megakaryocyte， 这个是免疫系统的一个，这个在过去就是 macrophage 啊，它这个东西是血小板的前驱体啊，它是会很大的。那108做到。monocyte， 所以这些化合物呢，对血癌的工作它是不错，因为现在血癌的发展呢，一定是毒杀还有分化。那目前分化用的药呢，是用这个 retinoic acid， 还有这个啊，这大部分用的砒霜啊，大部分用砒霜啊，那全世界上都不能用啊，那它会促进分化，所以血癌的药呢，一定是有毒杀还有促进分化，这样两个下去，所以这些东西是。很有希望啊，不过这个都是细胞啦，没有做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在临床试验发表呢，总共有22篇啊。好，那么22篇啊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。
跟大家，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明灯哈。这个今天的这个演讲哈，这个最重要啊，最重要就是说，我们动物实验的实验结果可以告诉我已经有发表了哈。这个东西做抗化验，这是动物实验做，啊 ，EK 一百做抗化验做护肝，啊，这个做护肝呢，我们最近用安信 C 做护肝，它用斯利马林的比较呢是1:1，这个 EK 一百多厉害，它是斯利马林的20倍，然后呢，这个 Evercoicus 的 Evercoicus 是10倍，所以说安信 C 呢，我到现在为止我查了，我再之前我把2013年的 paper 通通调出来看。这样安心，这些都没有人做动物实验，那么唯一的就是我们器人化表，我跟我们学生一起化表。好，那出血那种啊，这个是很神奇，因为这个我们都是用那个管胃，不是用打针，可以吃，当药是最用吃最简单，它可以吸收，甚至可以透过 BDB 就血管脏壁跑过去，那它可以把这个出血性脑中风把它抑制掉，要出血会减少。啊，我有一个跟我合作的人，他说他近期中风了，出血中风，我说你给他吃，吃完了以后，比医生疫情早活起来，也就是说他可以把这个出血抑制掉。啊，这个是我是跟台北一些人做，啊，这个已经做好了，快要把专利再申请了。啊，另外做抗发炎，啊，这个抗发炎呢，就是说会直接把 LPS 丢进去。然后用 dexamethasone， 那 dexamethasone 是最好的，目前最好的这个抗发炎，我们把 EK100 一起放进去，啊，活性相当。如果用 Cretostimogene 差不多1:10，那如果说用 pure compound 是1:1，啊，所以说这个 EK100 的抗活性，它抗发炎的力量呢，跟我们目前的临床药来比的话，差不多。这个差不多做完了，就要等着投稿。好，增强酒量。减少脂肪肝，这个是，理论上啊，这个卖点应该是最高的。啊，我们等一下介绍一下。好，那么放疗这个治疗是说，我们把辐射用五谷类照到老鼠的皮肤，啊，皮肤会坏掉。那如果我们吃药再来照射，那皮肤切片完整。那我们如果把 LC risk from cancer 把它打在那个老鼠的这个腿部上面啊，然后辐射它当然会小下去，但是呢它皮肤会坏。那如果你有吃药辐射以后，它的瘤呢长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有时间啊，我再一个一个讲啊，这要分两三次讲啊。那肿瘤呢比没有吃药的小，那如果一旦这个辐射停下来，那有吃药的这个不会再长大啊，没有吃药的瘤会长大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这个我们有四个记载，这个也是自己出现哈。那至于这个癌症的细胞啊，动物实验呢，细胞我们做这个这个是warm scratch 啊，它是不会转移，还要做了 transwell migration 也不会转移。那动物实验呢，就说 LC 呢，当你把它辐射量提高到10。那这个 risk man cancer 会跑到肺上面去，那我们再把这个老鼠打破，看看有吃药没吃药。有吃药的话，那个点很多，这个癌细胞；有没吃药，那有吃药的话点很少。所以呢，这个 EK 版呢，甚至它可以抑制这个辅助治疗，做那这个当然做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会让这个肝切除的自身能力很高。另外呢，就是说，肝切除的这个 ischemic reperfusion， 就是说缺血再灌流的保护，这两个。那这个差不多一个月前，有个厂商来找我，他说他的产品非常好，因为他有一个肝癌的这个人去开刀。那我说你先不要讲结果，我先讲结果给你听。你的肝脏切除以后长得比较快，他说是。他有没有发炎？没有发炎，因为吃了这些东西呢，他就说，因为我们肝脏要切除，一定要把血管关住、锁住，然后开刀以后，血管的放，这个时候就造成这缺血再灌流，有二度伤害，那会发炎啊，这个都没有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临床实验啊，那这个厂商我不要讲他是谁了哈，啊，这个都有用哈。啊
那么是用在尘螨引起的气喘啊，一可以的有用啊。还有这个我们会等一下讲啊，这肾脏它是腹式的，我们等一下讲。那骨松啊，很多人怀疑你既然是 steroid 了，那动物的 steroid 都会吃了以后都知道，会产生骨松，可是它是抗骨松的啊，抗骨松的。那这些我们在做这个跟它这个化工宝不太一样，就安心吃啊，安心吃。那这个东西也是动物实验做成功，所以总共呢，这个还有这个14个 paper 很发表。啊，我在22+14+14+19再加上化学，啊，我的 paper 将来呢超过40篇是没什么问题的啊。好，那么大家关心的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卖点，增强酒量。有人说增强酒量是不道德的事情，可是你从一个观点来看，因为你酒量增加，伤不受伤害，那有什么不好？减少医疗的损失啊。好，那我是截取几个啊，这个作文啊，这个等化表啊，专利也提出去申请啊，等化表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啊，这里呢，第一个就是看这个肝脏里面的这个 intake 的这个啊，就是它我们的这个饲料呢是饲料加酒精啊，所以加酒精的这个东西，还有 ST1 应该就是 EK100 哈，加1mg/kg， 还有一个是5mg/kg， 一个10mg/kg， 那这是因为喝酒以后什么都会肥大哈，长大啊，这个肝也会长大，快点说就是啊。然后呢，心也会长大。那吃了药以后，你会发现呢，到十到甚至一这个东西，这个都会减少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 TAG 就是三酸甘油脂啊 ，TC 就是胆固醇啊。那么在这个血液里面，就血清里面，在肝脏里面，在粪便里面啊，它最后也可以把它转成这个，因为我们胆固醇转了一圈以后，会变成这个胆酸去做消化啊，所以胆酸里面呢会发现很多，就是说我们胆固醇利用到这里。那你可以看这个血腔里面呢 ，control 49，那加了酒精，变成59。那我们如果加到10的话，它甚至比它还跟着差不多啊。啊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在不管是在血清或者是肝脏或者是粪便里面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粪便里面当然是越来越多，因为它排泄出去了啊，排泄出去。那存留在血清的这个三酸甘油脂跟这个脂肪都会下降。好，那这个是肝脏，喝酒的肝脏是这样子。那加了药以后，这个肝脏是，那这个是抗发炎的一个实验。好，那么我们知道，提升这个肝脏的话，这个是做抗发炎。有看过你把这 IL1 就是 IL6 这个 TNF alpha 都下降，都 loss response 的。好，这个增强酒量，我们知道有两个酵素是会增强的，第一个是这个 alkolase， 那 alkolase 就是说当你酒精变成醛类用这个酵素，那醛变成酸也是用 aldehyde，那么西方人因为这两个酵素比我们高，所以他喝酒喝的比较凶啊，比较厉害。那么我们知道甲酒中毒，甲酒是甲醇中毒，那么他用什么来解毒？他用乙醇来解毒啊，这个讲得很奇怪，以毒攻毒啊，也就是说，你这个甲醇中毒呢，我们用酒来解毒啊，啊，用了酒来解毒是干什么？是抢这两个酵素啊，这个酵素跟这个酵素。那你看呢？这个喝酒，那加了我们这个药呢，这个酵素，这是 alkolase 提高的，这是 aldehyde 都提高了啊。啊，这个是在血浆里面啊，那你看呢，这个血液里面哈、啊，这个酒的成分的下降，这个有 loss response， 那这个十个 milligram 啊下降，好，那这个是最慢的。好，那我们总共第一个是脂肪的生成的基因，这个都做完了。第二个是脂肪的氧化，这个都做完了。啊，第三个是alkol代谢，这个四个基因都做完了。
那另外呢，就是说纤维化，它可以一直生干纤维化、根干化，这做完了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完整的结构啊。那就是说，这个的卖点非常大。那我现在只是一个明灯哈，就是说以后你要怎么发展，只要一 K 一百，含量最高是比较不一样的。那我为什么叫做一 K 一百？一的意思是什么 ？Excellent，K 就是 KU 哦，一百就是 perfect， 超好 ，excellent 的锅 perfect 啊，因为这个东西太厉害，太厉害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在讲对肾的保护啊，就是我们把 STG 打进去，那 STG 打进去呢，它会把 insulin 减少哈，那然后就是我们的 glucose tolerance 啊，这个是相反，这个跟那个药叫。不到，哎，我记不到动作比较啊，这是那个什么，啊，这个血糖降，所以它这个一 K 一百，它本身有这个，就这什么，它本身有第一型糖尿病、第二型糖尿病。好，我们肾脏也有两个指数啊，我们肝指数 GOP、GPT， 那肾脏两个指数，一个是 DVA， 那我们 SCD 打了以后 ，VVA 提高。加了这个药以后，啊，这个跟 normal 差不多，啊，就是有护肝的功能，这两个指数啊。这个 BVN 呢，就是肝指数呢，我叫这肾指数下降，这是副肾。那这 creatinine 啊 ，creatinine 太下降，所以这是两个肝指数。所以这个 EK 版它是有副肾啊，不是上肾。啥以前那些名嘴，它根本没有根据，所以就这样。好，那这个 ratio STE 打下去，这个 ratio 啊，这个 ratio。好，那么这个是组织切片，就是。Control， 这个是加了酒精的，这个是加了 ST 的，这个是高那个这个罗辑骨大动脉，这个是很相似。那这边的话就是说纤维化，纤维化就是看这个 SNA 的这个表现。这 SNA 表现的话呢，很多的话，这个只有打 STG 的话，它会有纤维化。那用 ST1 跟罗辑骨大动脉差不多一样。好，那么以上谢谢啊，因为我时间。不过最后这个呢，我是给大家一个明灯。那你以后你要做什么发展，就用这一条路。您的产品 S 一 K 一百量最多的啊，那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继续哈，这个是要继续的。我讲到这里了，然后就继续呢，我们要做的很多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的发表配合呢，那最终呢不只是40，可能达到50。我们不要再讲，我们再讲靠我们吃饭谈的时候，我讲太多了。好，谢谢各位。谢谢郭教授带来精彩的演讲。那么第三位讲者是台湾牛。